欢迎收看2022中人选拔大赛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AK 今天主持人徐秉正，我是今天的赛评 AK 美好的一天。好的，今天呢，今天这场中人选拔大赛可以说是全世界众所瞩目的一场比赛，可以说是众星云集，每一位选手都拿出他的看家本领，可以说是激烈一场。对，今天的这些选手啊，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没有看过的这么强烈的有这个企图心，企图心没有错，中人的头衔。那我这边来为大家讲解一下，今天的比赛的制度没有错。第一项是我们的肌耐力恐怖大考验，跟正跟正。好，第一项呢就是我们肌耐力极限体能测验。哎呦，很厉害哦！为什么要测验肌耐力呢？可以说是你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忍者，你必须要有合格的肌耐力，在任务途中，不管是遇到敌人对打，或是说你要暗夜潜伏、探取敌国情报，没有错，这些都是一个必要的身体素质。好，那第二项呢？第二项就是我们跳跃力飞翔在空中大考验。哎呦，那我们会用什么标准去评断呢？主要呢就是看各位在空中的制空能力。哎，是是是，你在空中能够有多少的花样表现？也就是说，你能够展现你自己控制你 control 你的肢体。所以是用一种扣篮的表演吗？主要是扣篮，因为说扣篮它可以是结合力与美的一个展现，还有一个创意的表现。对，没错。OK， 哎，好像已经连到画面，那我们看直接看一下比赛现场的画面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那今天各位忍者们啊，来参加这场低能选拔大赛，忍者大挑战第一关呢是要极限体能。不是硬不硬的问题，真的软到一个不行。哎、欸，你不是考官，考官就搞事。我第一天来实习啊，只要闯关的，这叫做体能训练区的障碍赛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就是以这个计时赛为主啊，看谁能够最快的闯完这关卡。有没有问题？变班长了、欸，因为我太强。你太强了吗？那你来当老师。总而言之就是哦。是是是。希望你们可以加油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是用实力制胜的。知道，教练。出车快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好，出发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第一位选手亚伯，亚伯选手，那他是身为原住民的代表，是。那他的第一场表现，我觉得是非常的期待的。可以看到他现在是干劲，充满了干劲。对，他一块一块的爬过这个黑色的板子，哎呀，这边有点危险，这边有点危险。我跟蔡永霞这边用一个非常高超的技巧，是叫做手脚并用的穿越之术。是是是，我觉得这是属于一个忍者还是必备的技能，对，横跨太平洋的感觉，横跨太平洋可以说是亚伯作为这个原住民，要准备闯到第三关了。他爬上这个绳子，哇，可以说是非常的轻盈的度过了这个绳子岩浆河。没有错，他现在爬爬的接下来是这个白色蜘蛛网。哎，你说白色蜘蛛网这边他。哎、欸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可以吗？可以通过吗？顺利通过，顺利通过了吧？哇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！不愧是我们原住民泰雅族的代表，泰雅之光。是，那这个应该是对他来讲是非常的喜剧。哎呀，太可惜了，竟然这个简单的单科单科地方没有错，直接失误。亚伯他是一个算是众望所归，今年蛮有机会夺冠选手，换在第一名了。换成了，换成选手的表现。哎，一开始刚进十组，直接冲出去，直接马很快速通过第一关。那第二关这边他可以顺利的通过。易如反掌，我这边好像卡了一下、哦。可以看到，我们陈选手他可能在这个通关之术这边就是没有像两组那么顺利，没有那么顺利。毕竟也是一个平地人，对对对，没有错。好，我们看到他在这关要接到第三关的地方，可能有点难度哦。有办法顺利完成吗？哇，他这个姿势可以说是非常的迷人啊，非常的骚。哎、欸，他要上去了吗？哎呀，
可以说是已经在预料之内的事了。哎、第三位选手马上就来了，杰森选手，杰森选手非常快速，非常快速，直接一马当先。就不要讲说他的事。他直接在那边秀一个荡秋千的技能，是不是？是直接。他站他开始，他有他要在进行。他在干这一段，我知道他在秀他的肌肉，秀他的肌肉，所以说是一个力量型的人证，他是力量型的人证，对，没有错。那他在这个地方，哇，使出了一个劈腿的技能，让吓唬一些其他的选手，吓破胆了。好，刚刚的敏成在这个地方失败了，哇，所以说敏成给他一些就是先前的经验，是是，然后能够这一关能够使我顺利的通过。哎、欸，看来是名称有确实帮助意思。我以为他的这个 muscle 可以有力量可以抓住。看来一位选手不能光只有肌肉。看来他的肌肉只是虚肉，只有肌肉，没有错。真的是，他是第四位选手，以红选手，他的第一段就有点卡住了耶。看来这是今年的非常就是说垫底的一位选手，可以说是这样讲的啦。那以鸿我也知道，他平常好像也是有在锻炼自己的身体，那今天这个表现，我觉得他可能有点失常了。不过就我一个对忍者这个行业专业了解来说呢，我觉得以鸿他是属于时尚型的忍者。时尚型的忍者，时尚型的忍者。对，我们现在的忍者也是分很多类型的，各行各业都是有他的厉害之处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看他在第二关这边的表现如何。有一点挣扎，有点吃力，有点挣扎。有办法顺利通过第二关吗？不过个人要推荐一下，就是比如说推崇一下他的这个帽子的这个帽柄的选择。帽柄、啊，绿色，绿色，一讲他就直接掉下去了。没有关系，下一个环节，大家非常期待的跳跃力非公共花式扣篮大赛。对。英国也是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花式扣篮前面的那些余兴节目。是，我可以说今天有找一些下人来陪这些即将考试的學生。他们也是下人，也都是下人，也都是下人。对，那有考试跟没考试的差别。哦，同村的那个忍者，对对对，是。没错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他们的热身的画面。我们看一下上一场表现失意的选手，是能不能在这一关。有很好的表现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这个中人考试的第二关，也就是跳跃力非高高大考验。是，甚至以一个花式扣篮的表现来没有算。哇，第一位名城选手使出一个大风车，可以说高阶的扣篮，他这个身体的 control 是行云流水。是没错。那我们杰森给出了9分，亚文8分，一共也给出了8分的一个表现。那主播你这边个人是给几分？我这边是给直接给到9分的表现。九分的表现。哇，这个还是在热身。哇，他使出一个旋风式单手的拉杆暴扣，那这边的分数名称给到了8分，六分，总分是20分，也是不错。第三位选手，以后我先抛了一下墙壁，直接跳跃胯下，他第一下失败，胯下大风车，对，没有错，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成功。哇，第二扣啊。还是非常可惜，失败了，差了一点火候。对，那他在这边可能就要想一下，他要怎么样考虑换一下策略是吗？对，没错。Olmaido， 他使用超越巅峰 Olmaido 的技能，可以说是有这个前辈的加成，是没有错。哇，获得了10分，哇，获得了满分30分的表演。那球评这边，你觉得会给他几分呢？个人是会给到差不多是9.8分的这个高分。错，那换亚博，亚博不错，非常嚣张的说，轻轻松松，不知道他的表现是怎么样的。一个，他这边可能是也是在热身了。是一个，你知道是谁呢？七笔之书。七笔之书，那我就很期待他后面表现。一个弹跳，他想用一个弹跳之后一接360度，在一个拉杆的风车，有那么多的细节，是没有错，很多细节。哇，第三次还是失败了，
个人是觉得这一套的演技其实算是非常的关键，因为亚伯这边他可以说是经典的一集了吧？确实，大家都非常期待他的表演。但我觉得整体下来可以看到，刚刚第一轮他是属于排名比较靠后的选手，以后他在这轮拿到了比较高分的表现，是没错。那第二位呢是敏成的选手，他也是有一个打板的大风车扣篮。进入到我们挺进冠军赛的部分。冠军赛，对，没错。那第三位选手杰森，杰森他我们直接跳过。好，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冠军战部分。敏成先来。最后究竟中忍会降落谁手呢？胯下之后再一个，胯下之后再一个，最后再一个吊球，很好。这是蓄气的。对，这是一个我们看不太懂。哇，他使出一个。亢龙伏虎，旋风跨下。这个已经是在江湖上已经失传很久的一个技能了，可以说是连行业内都。如果是我会给出十分的表演哦。我觉得这个是我会直接给他冠军。对，没错。好，那以宏这边是哇，自尽球魁。这球就先关心一下他的手。对，没错。可能医护人员要注意一下。他想要使出哇，这冠军球是。NBA 里面 Aaron Golden 所使用的那招，拿下 Aaron Golden， 拿下太空座椅的那个，哦，差点拿到，可惜没有拿到，对，差一点，他想要再次的重现当时的场景，等于是帮 Aaron Golden 做一个血池，血，跟血，看完第三球有没有成功啊？哎呀，可惜了，可惜啊！哇，这样我们的冠军的中忍。就是由敏成成功的拿下，拿下了。好，谢谢收看今天的中忍选拔大赛。好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，那可以持续的锁定明年的2023中忍选拔大赛。好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谢谢。好，美好的一天 ，AKA 美好的一天的林浩泉。是，那我们谢谢，哎，谢谢。那同样的谢谢就是 AKA 今天的主播。徐敏成是，好，非常很高兴跟你，谢谢，下午再见，谢谢，再见，拜拜。